我们是花旦工作室，我们是一个公益机构，我们给大家上课，比方说流动儿童、留守儿童、流动务工的女性，我们主要是和大家在一块做工作坊，也就是说我们用比较热闹的一个上课方式，上课的时候我们会做戏剧活动，比如说我们会表演，我们会做镜子画面，我们会练习我们的声音和肢体语言，我们会做深呼吸，或者写剧本，有时候我们也随便玩。最后呢，我们的参与者要自己演出。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因为戏剧可以让你自信，帮你找到你的梦想，可以让你哭，可以让你笑，可以给你新的主意，可以让你放松，给你的生活带来意义，把你带到另外一个世界，可以让你快乐。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因为人们需要。